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是有多饿？你想吃？怎么了，哥？西双版纳。哇，真的，我感觉这不是伤痕，我感觉它都要。算了，给我吸血鬼。哦，这感觉像被人亲的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大家亲的。自己出现在哪儿？怪我，好，确实怪我长太干净。试一下在脑袋这儿，点用的时候一定会爆头啊！这儿吗？这儿在哪里？哎，帅！哇，吃完这个我就感觉犯困了，犯晕了。好，我先回去了啊，你们接着吃啊。